等一下啊，咱们呢用这条网，咱们拍个视频。九边钓完都六米，四只松全同坠的。等一下，咱们用这个网呢来个捡网视频。咱们呀，今天晚上啊，用这一个，四只松啊，钓好都六米高啊，九边纯同坠的，一条大理马线呢，来个捡网视频。这是呢，老铁在咱们直播间定做了啊，全网的重量13斤。捡的时候呢，要先在原地啊捡成一个大圈，捡到最后了，看到没有？捏住网的中间，然后呢收成一个小圈啊。咱们今天晚上挑战一下啊，这是一条钓完都六米高的网，我平时的话都不一定撒得开来啊。捡网的时候离地30公分，和自己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，并排拿起两个兜，这个时候呢网坠是垂直了，放到左手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呢开始捡，捡的时候也是离地30公分，把这个网线全部捏在这个大拇牙虎口里边，呈45度倾斜角往上，就是大约啊45度倾斜角往上倾斜，捡到最后啊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用左手的中指啊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，放到左手的内侧给它捏住，这个时候呢网一松一点，下面的话就是劈网了啊。家人们看着，手呢提着离开地面，轻轻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坠子呢剪得全部裸露在外面啊。这是呢一条新网啊，底网的话不一定撒得开啊，要撒不开的话可别笑话我啊。来，咱们呢撒的时候啊，两脚站稳，向后一摆，往前轻轻松松一撒。效果不是太好，因为是新网啊，下次的话第二网就好撒了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